要玩游戏放松下吗？欢迎欢迎，今天到了新的斗种，尽情品尝。
怎么了，比利？感觉你好像特别兴奋。毕竟已经很久没跟店长你一起玩游戏了。对了，店长，你听说了吗？金手指这次重新营业后，上新了两款新游戏，其中有一款叫蛇对蛇，还有二对二的合作联机模式。怎么样？和我组队和其他玩家切磋吧。好啊，跟你组队应该会挺有意思。哦。我就知道店长你认可我的实力。来吧，今天我们这对好搭档就要让店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厉害。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待会儿可不能拖我后腿哦。哈哈，这你就放心吧，刚才在你来之前我已经透过门缝仔细研究过战术了。好了，我们快进去吧，店长，今天来金手指的人很多，再晚就要没有空位置了。太累的话，就来这里放松一下吧。
时光总是很短暂呢，期待你的下次光临。是什么？乔普师傅亲自给你做。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啊。
已匹配到受困人员的生体活跃信号，请主人在此区域进行搜索。我将协助您重建空洞路径，迅速定位受困人员。已更新探索路径信息，已定位受困人员位置。测算结果显示，受困环境危险，需要尽快实施救援。阀门信息，当支付指定额度的齿轮硬币时，它就会打开。闭锁机关为非智能硬件，我无法介入打开，很遗憾。云台信息核对无误，这是一名受命进行搜救的调查协会调查员。已接收调查员提供的萝卜数据，开始解析空洞路径。探索信息已更新。在这里扫描一下附近空洞数据吧。正在显示新的探索区域。已更新探索路径信息，在上一层区域。检索生命状态，识别工号1592380，生命状态亢奋，侵蚀进度无，需平复其情绪，推荐使用掌掴。哎呦，好痛！被包布打还是同一次。抱歉，我这就离开空洞。
前方发现具有生命体征的理智个体，从装备推断为盗洞客。调查协会公布数据显示，受此团体欺骗的案例逐年增多，沟通时请注意拿捏分寸。警告，一场大额的交易往往意味着欺骗，请不要轻信。此外，主人您的余额并不够支付这笔巨款。探索信息已更新，去盗洞客给的地点看看吧。零，是 HDD 系统未检测到的区域。这里也可以扫描空洞数据。正在显示新的探索区域。已更新探索路径信息，在上一层区域。应用这份萝卜的数据时，正在显示新的探索区域，检测到新的探索路径，在上层空洞区域。检索生命状态，识别工号1686389，生命状态正常，侵蚀进度轻度，需尽快离开空洞。受困人员已顺利前往安全区域，主人可继续进行搜救任务。检索生命状态，识别工号1586305，生命状态昏迷，侵蚀进度一般，建议尽快提供治疗照护。
受困人员已顺利前往安全区域，主人可继续进行搜救任务。受困者都平安找到，我们撤离吧。支付足额齿轮硬币，认证成功，阀门开启中。目标受困人员已全部获救，委托完成。妹妹，来得正好，快过来吧。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，你问这些垃圾袋啊，里面都是废弃的邦布用信号发信器，这么多集中在一起，相当于好几个小功率信号屏蔽器。有了这些，我们讲话时就不用担心某个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的家伙了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人工智能 Fairy， 关于他的事情。我们两个必须好好谈谈。其实我也正想和你商量一下他的事情。我还以为他主人的叫着，你已经被攻陷了呢。看你这副早有准备的表情，我就放心了。自从我们同意 Fairy 参与到绳降活动以来，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。近期你从空洞脱离的路径，都是他独立测算的。你肯定也注意到了，他没有依靠任何本地数据，也没有寻求过任何支持，但路径生成的速度却比我们之前要快270倍。能做到这些，并非是他不需要空洞数据，而是所有需要的数据他几乎能在瞬间获取。之前他说自己有全市80%以上智能设备的访问权限，看来是真的。如果说我们之前只能窥见空洞的一角，现在托他的福，空洞的整个图景都展示在了我们面前。不过法厄同的神网账号没有了，即使我们身为神将的能力提升了，一段时间内事业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。这件事当然也很重要，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 Fairy 自身的隐患问题。 Fairy 的能力是新艾利都所有上层势力梦寐以求的，对我们来说太烫手了。还有他强迫你成为他的主人时说，让你和他一起等待时机完成协议，但具体内容他却完全不肯透露，这件事也绝对简单不了。不过要是能妥善利用他的力量，说不定我们一直调查的那件事就能有眉目了，甚至就连老师的夙愿也是。总之我们得想办法把 Fairy 的来历弄清楚才行。当然了，调查 Fairy 这件事也急不得，我们就慢慢来吧。好在他的隐蔽能力也很强，至少现在不用担心在发生之前的黑客事件了。你之前好像让角突兀去调查了，他们那边情况怎样？没什么进展，角突兀是从匿名转包方手里接下的夺保险箱委托，没接触到相关人员。前几天妮可说要从赤牙帮那条线试试，之后就一直没有联络。我总觉得这条线也不太靠谱，现在只希望他们别惹上什么麻烦。毕竟那群人就是有让小事化大、大事爆炸的能力。好了，这个话题也说得差不多了，就先告一段落吧。妹妹，你最近又是忙着建立神网新账号的声望，又是操心录像店的经营，都没怎么休息。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电视，放松一下好了。